也无杀人啊，也无放火啊，还是哪怕死刑？哪有遐严重？啥物无严重啊？阮政府叫去对付迄个啥物叫陈家明的啦！我甲你交代，无论如何，爱甲陈家明甲解决掉。西山乡村准备甲弄啊！赖永阳走咱一个老爷做替死鬼啊！够好啊！我这世人哦，毋是啥物好囝，也不过伊头一摆做这种代志，我嘛会惊嘞。我来遮戆啦，我啥要听伊的话啦？我够穷鬼，我是得到啥物啊？敢若给我3万块，都要给我准价哦？对，我这个业务经理是伊给我的，难怪我逐天看伊面色，伊无怀疑我都爱放马啦，放落，搞到我粪扫在头壳里打。我来是叫半死人，谁会同情我？谁会同情我啊？这条命真正不是他，一条人命呢。伊今日就安尼白白甲牺牲，伊不是人啊！我若想起这件代志哦，我若生不如死啦，开眠嘛困袂好。我同事伊也唔知叫什么名嘞，伊死到什么款？刚刚伊在甲我地呢，够恐怖！哎，嘉豪啊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我这个代志无甲别人讲，我干那甲你讲啊，尔嘞。进起来。对。你安尼就对我啦。阿姨有啥物代志就跟我讲，我心情比较爽快，啊？好了，卖想遐多了，来了，过来靠近我。金龙是小国控，今日连手来害死阿爸。阿爸，你实在是够我冤枉，你真正是够实在我冤枉啊！你做的方式，这条小，我一定会替你家偷偷回来。嘉宏，你听一下。不啦，我是听一挂房地产的消息。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，拄只吼，我去一间建设公司讲代销的代志，已经讲啊差不多啊啦，人准备要甲伊的厝交予咱卖呢，有30间哦。嘉宏，你是安怎啦？我甲你讲好消息，你一点反应都无。行啦，伊伫等咱超用呢，咱紧来去。行啦。无啦，这3间是你算起，唔白做。嘉宏，咱即摆真无简单，才有一笔大生意要做呢。你白做是要做啥啦？敢讲你公司伫开算的啊？阿姨，我甲你讲，即摆我无爱一间一间厝来偷偷卖的啦，有嘴讲到无卵。我即摆已经在想一个办法，赶紧来反省。你是要安怎反省？你甲我讲，你是不是搁要用无正当的方法？到底是你后壁讲啥？啥物就讲我无用无正当的方法？我是咧摕我应该所得的。咱做代志爱脚踏实地啦，你也毋是毋捌失败过啊，你嘛知影你过去行毋着路啊。嘉宏，咱应该一步一脚印啊，莫想要一日啊就爬上天啦。我知影，安尼爬了真紧啦，啊，不过赶快会烧真重，你知影无？
好啦好啦，黎妹，你唔通再讲啦。我家己要安怎做，家己有分寸啦。你只要好好等咧，我互你荣华富贵就好啊。 你个清楚，无真正的感情，这款的婚姻啊，就遗憾啊。你根本都无了解我。其实，我是一个用花追星、见一个爱一个的查某人，我无法度忍受孤单、寂寞、无查某人，你这里在乎你在乎？ 是安怎想？咱走倒去啊！今日阿一个花，阿一个就找不到伊人啊！我叫伊走来遮咧。无咧，无来咧。赶紧外口出来！走，出去！阿禄哥！ 你听我讲，把你弄清楚，婚姻是一世人代志，你啊，哎，想清楚啊，哈！我前半世人的青春早都拢毁掉，你即马才要来关心我？你明明就是假情假意，你也是去顾你人生，我没你关心，我没你关心，阿力哥，阿力哥。 阿姨，阿姨，你伫厝内哦，你伫房里面惊死我。我两个人哦，找你几工咧。很济啦，无你，春杰，我真济代志，我拢想起来。啊，真是了，一切代志，我拢足清楚的。 真是安尼哦，谢谢大爷。阿姨，恭喜你，以后咱可以当亲像较早同款，会当有讲有笑。哎，不会啊，秀兰，安那无看秀兰？阿姨啊，你等当家啦。你哪会等伊当家啦？你唔知啊，你这段破病的时间啊。 发生真济代志，这件事，这件事啊，是安怎？是安怎来这不幸啊？正贤哥就过身去啊，阿哥嘛叫人去关啊，连秀兰嘛叫人去关，今摆出来了，阿哥，你想看麦？ 那样哩，唔当当家，伊的大家，甲伊的囝儿，比较早，佫较需要伊啦。嘉宾。
这个月月金不是多少只呢？你哪会搁提钱给我？这是顶个月利润啊，安怎有欢喜无？唉，就算讲我赚着钱，也毋过无法度甲囡仔斗阵生活，赚钱也无啥物意义啊。对啦，你毋是还未结婚，哪有囡仔？ 这是足早以前的代志，我若是想到，就真痛苦。我知影你无想要提起，我嘛知影大家在讲的时阵，你的心情拢真歹。你甲我讲，是毋是迄天伫王金荣兜的王姓回收者？迄天看恁两个安尼哦，我就知影恁两个毋是普通朋友啦。 啊，佫有一届啊，咱二路林差一点仔弄着，伊看我的眼神哦，嘛是无共款。伊是毋是囡仔的老母？分唔对啦，囡仔即马住伫因兜。嘉平，你哪会甲王金荣的查某囝有关系啦？迄个王金荣是遮尔歹的人，啊，伊的查某囝气质遮好着，哪差遐济？ 就是因为因阿爸反对啊，阮家母也都斗阵，阮阿母嘛真反对。即马上可怜就是迄个囡仔。无怪哦，你常常安尼心情歹，是讲你嘛真久无去看囡仔。对啊，我囡仔出世到即马，我也无尽到一点仔做老爸的责任，嘛无摕1500元来饲囡仔。 即嘛就无简单赚着一寡钱，我是应该尽一点仔做老爸的责任。既然安尼哦，你就应该去看，先生提钱哦，去互囡仔，不管伊有需要无，你来应该做，就去做啦。以后囡仔大汉哦，嘛知影你是阿姨。无毋对，我嘛是安尼想啦。无安尼好啊，我小等出来一下，若是客户敲电话来讲要抢药。 你著去路口家己跳出来。你紧去啊！啊，你若无说，甲伊讲生理。伊毋是去讲生理啦，伊今仔日哦是去做老爸啦。做啥物老爸啊？爱着想囡仔，去看囡仔。 你要倒，若要去看囡仔，要团圆的，你要迫害人哦。丽敏，今日毋是已经答应我，要甲小可心袂做伙，而且你嘛阮厝内两个哪会哪会啊？可是你要去看伊，你嘛惜准着我一个，你头脑起码互我知影。你敢知影，你做我心肝内偌痛苦？丽敏啊，你讲话若反起反倒，你安尼反起反倒，我真正就歹做代志。 高，高，嘉明，小慧，我真正唔敢相信你会约我出来。我就是你母仔囝。人讲，爸仔囝天生是啥物人都无法度改变的。今仔日我才相信即句话，你要看见伊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来，你遐坐，互你照顾囡仔。 辛苦啊！吼。虽然做老母真辛苦，啊，不过我嘛足快乐的呢。连看见伊一天一天大汉，我感觉足满足的。啊，不过，上可惜的是，我得甲伊住做伙啊。哎，小薇，囡仔，我抱起。 我常常做梦，梦到你安尼抱健心，我真正足希望，逐天你拢会安尼甲抱掉咧。有老爸囡仔，真正是足幸福。小薇，从今仔日开始，不管是发生啥物代志，你拢会用敲电话给我。哎，这下子你提起，家己那买一挂衫裤，好。嘉明，你这是创啥？
我无欠钱啊。我知影你无欠钱啊，这下子对恁家来讲，只是一挂难缠钱。也毋过，这是我做老爸一点仔心意。多谢你，庆幸大汉了后，我已经甲伊讲，讲伊有一个真爱、真疼惜伊老爸。新辉，你莫大概拢安尼啦，你安尼哦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。中国兄，一定叫咱去签约啦，咱紧去啦。凯蝶下晡敢袂用的？互人等歹势啦。大伯，恁囡仔好不好？你若要看囡仔，你就应该把时间拨出来啊。你若无时间，你就莫约我。你还看到囡仔甲抱一个，甲捧一个，就要做你走，安尼我母阿囝算啥？新伟，你误会啊啦，阮最近较无闲啦。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阮公司的股东，你小丁。我知影，伊是你的女朋友。顶摆在阮家里拼性命救的代志，我还会记得。王小姐，我知影嘉明哦是专工来看囡仔的，真歹势啦，我无应该来甲您叫扰。要唔过实在是有真重要代志要处理，啊，若无我袂安尼做。哦。啊，这个场面小够闹热的。阿舅也是欢迎来的。邓嘉宾，你真正想跟我交股有才情。啊，较早你不是跟我讲过，跟我大家好卡达相处。哪里？唉，等我等下我跟你比起来啊，我是在算啥？卡红啊，你明明知影小丁是我的同事哦，你是安怎爱在新会面头前胡白讲？胡白讲。那你的代志我无想要管啦，你爱交女朋友做你去交，嗯？也毋过你也知影，新会点仔法律上伊也是我的某，伊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啦，我无爱让伊踮在遮，叫你骗到浓浓死啦，是袂？呀，哪会当？嘉宏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我今仔日是要看我囡仔，无你的代志。看你的囡仔，你唔通唔知影哦？踮在户口上，我才是囡仔的老爸啦，是袂？行，交代。你放手啦！哎、你莫安尼阴魂不散，好不好？你家己的代志管得好就好啊！你是安怎要跟我那哥哥甜啦？安娜，恁搁要相差早遐？顶摆你害死阮老爸，即摆搁踮咧遮约会，无你准备想要安怎？你搁想要害死阮阿妈甲阿母？你才会怀疑，才会改心？我知影阿爸死，我还负真大责任。啊！不过你嘛不应该这件代志当作是一个借口。你还知影呢？感情跟文化是两回事，根本就无关系。你啥要参参做一伙啊？这边两个无关系啦。我跟你讲，我阿爸我阿死，我就变阿偷偷回来。你莫讲公家有诶无诶哦。我公家有诶无诶？大哥，你搞听清楚，你嘛搞看清楚。我等下好像捂住身躯，也毋过即摆我更加着急。我真紧就会出头天，我袂阁再让恁看衰啊啦！别管恁去玩啦，我袂走。哎，小伟，小伟，是。阿刚呀，你来找我哟。我来找你。我是让你来的未？金凤姑的单正店。来，你先小心，小心，我千钱袂得给你。哈哈哈！我救啦，我救。阿哥，恁家弟。哦，我等一天等有够久的啦。阿高爷，你今日是不是要来搞完成婚礼？会记袂？咱的婚礼啊。我当然会记的，啊，不过我来是要跟你讲，真实的，我不应该欺人你的感情。
莫安尼讲啦，其实杨高爷，我早就知影讲哦，你毋是真介意我，你毋过无要紧，感情会用个豆豆培养，参照古早，真侪人无见面，嘛毋是同款结婚，结婚以后自然就有感情嘛，对无？真无辜的，我袂用搁再欺骗你，我答应嫁予你，是我也毋对，我袂应该做出错误的决定，所以我今日来，是要请你甲我放下袂记。那个时阵，我心情足歹。在迄种情形下，我答应甲你结婚，啊，不过无感情基础的婚姻是袂幸福的。阿弟啊，我离开你是为你好啊。是比痛苦一世人较好。别再讲了，我知影，你要我转去林文贵的身躯边，你根本都看我无目的着嘛？不是安尼，你甲文贵拢是我的好朋友，你莫莫想讲，我看你无情吧？其实，坦白讲。我嘛真感激，你对我这尼啊好，我嘛真欣赏，你是一个真有正义感、有血有目屎的查甫人。这点，你嘛要相信你家己，而且你一定会当找到一个比我搁较好、会当照顾你、陪伴你的查甫人。恁两个过着真正幸福的日子。真无辜的，无论我伫个什么所在，我拢会祝福你。炸一罐物件啊，当时对有兴趣的。嘉宏，你卖好歹做代志啊！哎呦，哪会啦，三八兄弟，我绝对给你好做代志的。哎呀，不过这件代志是关系到当时对名声，啊，若果说你搞我走动哦，到时阵害着当时对，到时阵啊，你得真正歹做代志啊。好啦，我先去办去啊。哎，嘉宏。向老告问的，马上给挂出来。哎，当司令，这久无看你，最近好吗？你敢袂感觉见识？你是我赶出去的人，佮迄个民主踏入来我的办公室。我警告你，你上好是即时出去。阿老，我会叫规公司的人来甲你护出去。你最好是卖叫啦！我是替你面子在设想的，若讲是你无顾着你面子，会用着？你通叫你规公司的人来听，看这个替补内底是咧讲啥？啊？是啥物件？董事长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
一定有兴趣要来见我，啊？董事长，我敢出去无？先生破血型，哪有遐严重？啥物无严重啊？老水，老水，破花了，破花！董事长啊，我遐个辛苦捞出来物件，要哪有遐简单就好哩？不知我今日对有迄个什么叫陈家明的啦？我甲他交代，无论如何，我要甲陈家明甲解决掉。西沙上尊尊要甲弄啊！赖永阳早在一楼遐做替死鬼啊！我若是叫半死，怎会同情我啊？好啊！我看你阁有啥物录音带啊？啊！王金明啊，你真正是老翻天啊！意外头家，你是讲我会摕舞台来底下甲你耍？嗯？哟，啊这啥物物件？那阁是替补啊？好，算你敖！你想要用这录音带来威胁？哼！敢唔遐简单？敢唔是安尼？你还是阮话讲，迄是二十多年前的代志啊。踮在法律上已经过迄个追踪期啊，你会用较侪。所以你必须高志莹，你嘛用可以是自杀。费林即摆人已经死啊啦，凊彩你要安怎讲，伊也袂甲你引出引进。你阿哥即嘛，你还是阮爸爸，人情无情我拢有。王金明，妈妈，这件代志你是要来解释？志怀，听讲，哎，怎样啊？志怀。恁两讲袂对头，政府我无安怎，你自家只无通下笑啦！老乡，我你西龙一个，你变甲都缩细啊！好落去吧啦，知无？你两个做你去对峙，我来帮你。大家好，好，我知影，张姐，这录音带我袂遐紧来公开。我得给你一挂时间，好好考虑一下，看这个代志是安怎处理。啊，对了，这条给你，我出来搁做些。老厉害啦！你计好坐车啉烧酒，我爱你甲我设计，你敢偷录音无？你顺兴啊，你嘛较冷静嘞，听我解释啦。为什么偷我解释啊？无采我听阮姐话，甲你斗有生理，报钱互你赚，结果你甲我出卖，你这个小人啊！我今日做你咪帮你煞。你是歹想啊？是你害死阮老爸啊！其他我将你拍好死，你算伊钱好无？啊！孙英啊，你敢知影是安怎无拍你？嗯？因为我知影，你只不过是王金良的一只鸡，真正害死阮老爸人是王金良，真正害死阮老爸人是王金良。你家己无良心想看卖，
若到做今仔日死老爸人是你，你会安怎做？我知影，这件代志中，你去王金龙利用，也毋过我这人是无理，就算讲我要报仇，我也袂后悔。是啊，其实我这个录音带是要针对王金龙，不是要针对你。我是咧想啦，既然咱两个拢受害者，啊是安怎，咱就无法度拍出来对付王金龙，啊是安怎，咱两个一定要站出来。你不听人讲，关键就是力量，啊？大哥，大哥说以后你跟我合作，只有你好处。大哥说你跟我做对。七八万了，只要你好好踮咧金融公司，不要哪做，要做啥，我自然甲你讲。去弄蛋糕，结果煞弄死陈静。啊，即摆即件代志，予陈家宏知影，我是袂晓做。陈家宏一个小囝，心机遐尔深，啊，伊也摕这证据来威胁，我毋着规个拢予控制掉。我袂当服伊，安怎？我一世人的名声，唔着予伊毁掉去。我绝对袂认输的。爸，阿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来去干安尼啦？无啦，爸爸就伫怨叹讲，生理正常，大家拢在骗来骗去。好爸，你还生气哦？啊！你敢有想到遐常常予你欺负、予你占便宜的遐个人？我敢讲，伊就毋是人，伊就袂生气，就袂怨气。无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可要来教死阿爸？我甲你讲，你若要继续安尼落去，就莫甲我讲话。爸，你是不是还为着迄块山坡地，咧甲我生气哦？啊！你走啦！我即摆头痛到要死，你莫烦我。看你遐尔艰苦，我嘛袂好过啊！我是想讲，若是要伤害着别人，啊，我嘛要替你尽一份心意啊！你即摆敢若烦恼我会去伤害人？你敢不知影无人会伤害我呢？即摆陈家宏甘要甲你阿爸拆下落房啊！你敢不知影甲我斗相共？又果是伊，摸唔着啦！对啦。顶届你去甲陈家宏、甲高丽敏抓交的代志，结果安怎？爸，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法院的过程拢是足慢的啊。我甲家宏讲几落摆，条件也讲袂好势啊。不过我咧想，应该真紧就会有消息啦。特别有消息。嗯。爸，啊，你是有啥物建议吼？哦，无啦，要袂想着。咱想到再甲你讲。哈鲁哥，你真是清醒呀！是啦，秀兰，我已经完全拢恢复啊。这段时间，互恁大家遮操烦，真多谢恁对我照顾。这无虾米啦，只要你也当好起来，安尼阮大家就感觉真安慰啊。文辉甲我讲，在我破病的这段时间，
你真照顾我，将我当作家己小妹共一款。甚至有时阵，我对你讲话足无客气的，啊，是做一寡代志，互你足头壳疼。啊，不过你拢无怨言，也毋捌对我发性地。我真心知要安怎感激你才好。就敢那你讲的，你袂输敢我的小妹仔共款，做大姐的照顾小妹，安尼哪有算什么啦？秀兰，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阿姊？阿姊，多谢你。好啊啦，莫安尼直直讲多谢啦，袂使跟那外人嘞。来，来遐坐啦。即晚回想过去一切。咱曾经甲伊同一个查甫人，讲起来咱的眼光拢同款，所喜欢的是一个有情有义、有担当的查甫人。秀兰，过去我一直念春讲，我为文辉付出遐尼多，当作家己足伟大。啊，不过看恁两个，恁安尼互相等待。找找为对方付出，遐尼啊痴情，迄种的感情根本都无人会当代替，嘛让我足感动的。阿洛克，啊你讲这话，话中是有啥物含义嗦？你即马就已经清醒起来，文慧若知影你清醒起来，一定是足欢喜的。伊早就讲过，只要你若有清醒起来一天。伊永远都要陪伴你伫伊身躯边的。两个人的感情，若是真深、真好的时阵，敢有需要逐天相对看是？阿如果你现在已经好起来，你应该较乐观一点。秀兰，我今仔日约你出来，上重要是要甲你讲，你确实。是一个真贤惠、真好女德、真善良的查某人，我真是足钦佩你，也无怪文辉会这么爱你。你莫讲这个啦，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讲唔才对。秀兰，你着接受我诚心诚意的侮辱啦。我相信，像你这么好女德的查某人，你伫咧当家的时阵，是一个好媳妇。假使你若是搁返去文慧身躯边，同款会是一个好家后。哈鲁克，安尼来讲到这来啦。哈鲁克啊，你是走倒位去啊？来，即个休困者，我去甲传药啊，哈。哈鲁克啊，你莫想讲哦，你已经好啊。早，伊是哦，你的身体不真虚啦，咱药啊，照常来吃啦，哈。我知啦，啊，我就想讲，足侪所在哦，我拢强要袂记的啊，啊，搁一寡朋友嘛，真久无见面啊，我毋知想讲，四界行行看看，啊，甲因讲一寡话啊。来，咱来吃药啊，啊。需要为我做这个啦，我到即马就人就好好啊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我袂放心啦，阿乐哥，在你破病时阵啊，我有酒抓过啦。只要你清醒过来，我甘愿我一世人来照顾你。你无需要啦，你安尼是咧同情我，因为你同情我。将秀兰这么好的查某人给放弃，安尼足唔值，嘛足无应该，你知无？什么同情啦，莫安尼想啦，我是心甘情愿的啦。你用的心甘情愿一年、两年，敢有法度心甘情愿
20年、30年。文慧，我即马足清醒的，才到这么侪岁，头壳毋捌这么清醒过。我即马了解，我家己是一个什么款的查某人，应该过什么款的生活。我更加清楚的一点是，我一直想要把你的心肝放掉的，安尼是唔对。老公，文慧，找一个机会去把秀兰带回来。我阁是讲你无爱来啊呢，我已经等你点外真久啊呢。是啊，我本来是讲我敢爱来。这一寡钱你摕去，你所有的录音都摕来给我。这只是偌济啦，啊，我看差不多是100万左右。安怎？你想讲要用这100万？代表阿爸是条命，啊！你搁嫌少？哼！自你踏入社会，赚到今嘛，敢有赚遮济钱？这寡钱是有够你买一栋三层楼的厝。黄金娘，你爸将阮外公的财产，你想讲用这100万就来解决是？你也知影，你有今仔这种地位，你有今仔这种天下，完全是爸将阮外公财产煞得来呢。敢问我单刚放着遐两杯，清清菜菜用100万就来解决的？假好啦！我看这钱你也是收来较好啦。你要用迄录音带来讲，啊，顾会成顾袂成也毋知的啊。而且顺兴伊可臭小囝，平常时啊话拢三个乌白讲，啊你敢会当知影伊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